Hello， 今天吃一份蟹黄拌面、蟹黄云吞，还有爆浆团子。我先吃一个爆浆团子吧。栗子的，苦瓜柠檬水，终于把那个面给拌好了，这底下的蟹黄还是挺多的。真的不舍得一口就把面吃完，因为底下蟹黄还是很多的。这个是咖啡味的，珍珠奶茶。
面的麻薯皮是非常有嚼劲的，就是必须要嚼一嚼才能吃。这个是抹茶味的，我一直都觉得抹茶的好好吃啊。一定要把这个汤喝完，底下全部都是那个蟹黄。那我今天就吃完了，拜拜。